开始来，蝴蝶风筝，来，蝴蝶风筝，然后嘞，小白兔家门口一个小小花圃，花圃在田里，花圃，田里也有花圃，很快，那个是吗？田里花圃，很快，弟弟，一天飞来去。蝴蝶，它没有嘴巴，像弟弟赶快，快点讲啊！看一下，稍微看，它小白兔、小猫、小猫、小熊、小猪、小老鼠，还小看一下鹿，我也看到了，我好大吧？因为它和小白兔一起放风筝。他一套白月那个衣服，他先做那个拉蛋的，他不是断掉，是小刺猬害的，都是小刺猬害的。对，很快，因为那个小老鼠跟小猪跟小刺猬跟老鼠跟那个跟小熊跟那个哈咪一起断掉。都是一小刺猬害的，他小刺猬，那我的线蝴蝶都飞走，为什么？因为我都断掉了，这样了，他连接怎么了？他就睡着。天亮了，还是他风筝不敢去眼睛关窗户里面，上面绑着纸条，打开窗户，我找到你蝴蝶风筝已经修补好了，能还给你。昨天不许小刺猬游，跟小刺猬帮忙那个蝴蝶。他家那个老鼠跟阿咪跟小熊跟小猪跟小老鼠跟那个小刺猬，大家玩蝴蝶和风筝吧。他不，不要，好了，换姐姐了，好不好？